找不着，就下来了吧。哎呦，你这条绕我皮，你给我颤这块站着。小伙儿啊，今天你不站，我就让你一直搁那儿站着。我就让你永远都找不着对象，我跟你说。你那什么，你勇敢点，你站着，他不敢咋地你啊，你站着，对，来。我哪个二你不喜欢？干啥咋的？不喜欢就不喜欢了。那个、我得哪块让我不行？你得让我死，你得让我知道咋死的呀！你那个嘴巴磨得太红了。你说咱俩要牵手成功了，回家了，那没事没人的时候，想偷摸亲个嘴啥的，那整人家通红咋整？行了，老弟，姐就送你到这儿吧，根本就没法亲。小伙也太了得了，就一个通红把你学姐干回去了。来看一下小伙第一个短片。